可以跟小姑娘聊天呢。可以啊，上场，差你一个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差你一个人。哎，听哨听哨听哨，来来来回来，有裁判啊。终于上来了，够。我的天啊，放水放的也太狠了，我操。没接，不是卡卡，卡卡。你拉边拉边。要不然你再换什么？要不你再换换球衣？哈哈哈哈哈。裁判看不见。
最后一碗弄死老婆。哎呦！我操！来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。哎呦我的！这个球给人怎么回事？不是你们要把钉子累死，上不了飞机了，回头。实在没劲儿。漂亮漂亮漂亮，对的漂亮。看球，看球，好球，破球。速度！跑远！哎呦我的！不要的！我操！好球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这个脚气，脚气好啊！交给老魏了。我脚气，我的。哇，他真帅！罗宾，对不起。到底他碰没碰到？实在够爆炸！我没躲开来，哎呦哎呦我操！有人有人，哎好，哎机子机子，哎大，我走，阿斌，我抢着跑，我们还是路线的高手，可以啊，对对。给一些特写，啊，给点特写。哎，你怎么胖成这样啊？快！快！快！瑞斯为了能和我们一块踢球，不惜一切。他在后面，我们就死了。没事，我们早就死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来，还从刀那漏油人。漂亮！漂亮！我们已经死了。2-2吧，现在。2-2。但是谁有钉子谁赢。右边，啊，漂亮！球啊！主要刚才那个球把钉子打了一下，内讧了啊，抓住机会。我操！我操！这球他打不着吗？我和这球正好了一脚。
直接把这个虎迷立死了，我看钉子这个哥们儿立死了。你们几个轮着干的啊？没有我。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把钉子玩拖累，拖累了就跑。你这玩意儿冲我脚。跳啊！有个钉子，好惨！哎呀我去！喂喂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慢点。犹豫了。哎，极限！好球！你不能直接装抽筋吗？啊！哎，那句话能录下来吗？我估计是录下来了。我说大哥，钉子，去捡球去，钉子。钉子太远了，擦去！要不给钉子他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钉子三哥快点！谢谢三哥，谢谢三哥。我操！钉子这球有点赖你了，钉子。是赖我了，刚才起动好。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实在不好打，我一下没想到贝哥会漏，我操！
感觉有点朝上了，再往下一点，好，这样看天了哈。哎呀！没没没，听哨听哨。